上官吃我说，阿泽，怎么买这么多药啊？公子被狼抓伤，后背溃烂，我抓这些药来试一试。 潘月被狼爪抓伤，伤口易溃，普通的金疮药只能治表，得生机散才行。对了，上官指的胭脂水粉里有生机散，就是它。 还是你来吧，背上的伤擦不到。你这手法倒是有进步啊。 怎么是你？那个，我是来感谢你的救命之恩的。你这个狼爪之伤是不愈合的，所以我送了生机散来。放着吧，让阿泽进来。你这还没包扎呢。不用，我自己来。但是，你是因为……上官知我说。 杨采薇，为何一看到他的眼睛，就总想到你呢？